第38章，拒绝。拒绝道歉。薛默和谭露恩被剥夺了校长助理身份，要求写检讨一份。两人无所事事走在校园里，踢着石子，正是晚自修的时间，四周灯火通明，安静无比。其实你不用插手，谭露恩忽然说。薛默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谭露恩语塞。对啊，然后怎么样？继续伺候那帮显著不怀好意的小日本吗？于是这哥们儿马上没心没肺顺杆爬，搂住薛默的肩膀自然道，所以说还是我把你带出了苦海吧。薛默埋头走，那我当初报名干嘛？他噎住挠挠头，也对，要不是你乐意也不会报名啊。对不起嘛，我冲动了。哈，刚才校长杨主任众多老师横眉竖眼百般威逼要一句道歉，他都连嘴唇都没动一下，这时候道歉得倒飞快。谭露恩哪能明白薛默在嗤笑啥，只是无奈道，你看吧，在这种延绵上百年历史的民族仇恨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化解余地。咱恨他们，他们也恨咱们，强装着笑脸对谁都没好处，不好好干嘛从日本回来，还不就是跟人家争抹不开脸了。这次接待要不是校长那家伙打了我爸电话，我才懒得鸟他嘞。现在也好，我也轻松。延绵上百年历史仇恨，薛默惊悚，那仇该有多绵绵密密，剪不断理还乱啊。要是甜心心系100年时间，早就把仇人追杀的渣都不剩了。默默，你一看就是强人，咱不靠着傻逼校长助理证书也能发光发亮，不伤心哈。假如你想借此到日本玩啥啥，就更没问题了。我外婆是日本人，家里还有点那么小权小钱，偏偏他们那一脉那么多人，就我一男丁，到了日本你横着走都没问题。见薛默老不说话，谭露恩以为他还在郁闷，只能好言好语劝着。忽然一声大吼从头顶传来，谭露恩，你这小子干嘛？两人一抬头，竟然是陆雨辰在五楼走道那儿看着身子横眉竖目看他俩，转眼人就不见了。完了，你哥来了。谭露恩忙收回手纠结，我就说跟妹控的妹妹不能走太近，这下遭报应了，报应了。薛默眨眨眼，忽然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名声这么差？谭露恩一愣，苦笑，你问的也忒直接了吧。薛默耸耸肩，好吧，当我没问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惹了几个男人，又惹了几个女人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这时不远处教学楼的楼梯口，陆雨辰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谭露恩用下巴点点他，你瞧，比如这种惹了个妹妹，就有无数的哥哥啦相好啦冲出来，然后麻烦接着麻烦。你们说什么？陆雨辰跑过来作势打了谭露恩的胸口两拳，抱胸站在一边笑嘻嘻。谭露恩还没说话，薛默先严厉道，他说你是麻烦。啊？陆雨辰瞟向谭露恩，谭露恩连连摆手，我擦，我败给你俩兄妹了。一边说一边退后，你们俩我一个都打不过。别这么不自信嘛，少年。陆雨辰捏着拳头奸笑着往前，你有一点比我强，就是耐打。说罢扑过去圈着他的头就开打。谭露恩嗷嗷的直叫，还有12分钟第三节自修课结束，所有人都要回寝室了。薛默表也不看，决定好下一步怎么做。谭露恩终于挣扎开来，摸着肚子，我们还没吃饭，我饿翻了，薛默你来。薛默摇摇头又点点头，其实这么晚都没吃饭，不管饿不饿，陆雨辰是不会答应宝贝妹妹少顿饭的，大手一挥，走出去吃。其实这时候就算出去，学生也该回来了，9点半学校大门就关了，禁止进出，登记人数，门口可不止值日生，还有俩铁面无私的值班老师。不过这仨人，两个13班的刺头，一个外星人，实在是，唉，
毫不费力地出了校门，三人走了几步就到了校园边的一家小饭馆，好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正吃了夜宵往外走，见到他们这时候走进来，都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两眼。随意点了几个菜，还没开吃，薛默手机响了，是田晶晶。默默，你怎么不当助理了？听说你们一班天天把人家教务生给打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田晶晶大叫着，忽然手机另一头换了一个人，齐善尖叫传来。默默，无论如何，我只要说，打得好。哎呀，死女人，别乱喊，手机给我。默默，那小日本太贱了，别打。我没打。二楼那个女交流生刚才从教务大楼哭着出来，哈哈，是你打？我没。默默，你真是太帅了，你就是女王，女王。我。薛默叹气，干脆闭上嘴。终于等齐善尖叫完了，轮到功力更高的田晶晶，却听她声音忽然严厉。薛默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什么？提海兰那一组负责了那个会长。啊，这很正常。接着新助理诞生了，田晶晶忽然压低声音，你猜是谁？说。李放。谁？我们强大的学习狂人，结果越学排名越后的室友啊。李放，薛默寝室除了田晶晶齐善以外另一个人，天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学习到六点半，然后睡半个小时，和所有人七点钟一起起床，接着一整天都不回来，直到晚上九点半梳洗好后自习到十一点睡觉的强人。他比薛默还要沉默寡言，以开学考36名成绩在二班待着，平时样子显得很懦弱，但是从行为看绝对意志坚强。他这样的存在自然不会受到青睐，成绩普通性格开朗的田晶晶和齐善对他是酸酸的，但是自己又做不到那么努力，只能尽量无视。薛默则完全不需要对他有任何感情，几个月来自然差不多想不起这么个人了。前阵子李芳表现低迷，期中考以后很多人上位，几乎完全打乱了原先排名，甚至一班也需要进行一次大换血，而原本36名的李芳瞬间掉到了78名，薛默却从100多火箭一样成了前十，稳稳坐十一班宝座。要不是学校表示真正换血会在期末，现在李芳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窝着，这也导致了他心情极端不好，整个寝室气氛诡异。校长助理这一职全校有大半人都报名，比李芳出色的有很多，谁知这一次薛默和谭露恩下来了，却是李芳上位，难怪田晶晶语气酸溜溜的。我跟你说，他都不知道有多自责了，在寝室里拼命照他那套不知啥年代的正装，真是。薛默听着，看看身上还穿着黑色小西装，想想自己才第一天就玩完，另外那件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派上用场。要是你嫌他穿不好看，就拿我柜子里吧，还有一套新的。默默，田晶晶尖叫，你可真是傻逼逼，人家占了你位置你还给人家衣服。薛默眉一挑，傻逼逼又是新名词，他无语。随便你们，只是那衣服没机会穿，废物利用而已。废物利用这块我喜欢，田晶晶道。这样吧，默默，你把衣服授权给我们，给不给他穿我们决定。搞得跟黑社会似的，欺负一个女生你们幼不幼稚？薛默眼看眼前菜光速减少，夹了一块茄子放进嘴里慢慢嚼。陆雨辰这才发现自家老妹开饭后几乎没动过筷子，连忙打开谭露恩的筷子，狗腿的给她夹菜。谭露恩没办法，憋着嘴舀汤喝。随便你们了，我吃饭。对了，默默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阿姨要查房了。啊，不回来了。那我们就说你忽然生病了，回去吃药了。随便你们，有必要说吗？挂了电话，薛默面前碗已经堆成了小山，他刚吃了没两口又有了电话，这次是阿鬼。完全没有避讳的意识，他接了电话。喂。阿鬼似乎强压着怒气，等会回家后再出来。
少点找地方。我不干了，这事很烦。不管怎样，出来再说。薛某挂了电话，转而发了一条短信过去。短信刚发过去没多久，饭馆对面一辆黑色轿车慢慢开走。阿鬼一手握着和薛墨联系的手机，一手握着另一只打电话。我被人监视了，原定 C 区对接8:30方向，查清楚。挂断电话，他看着薛墨给他的短信，咬牙，屏幕上写着，傻逼逼，被人盯上了。事实证实，薛墨同学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谢谢收听。